在 KTV 里面呢，总有那么几首歌是必点的，哪怕你不点，也肯定这个房间里有别人一定会点，是吧？今天我们节目请来的就是一个唱这样歌的嘉宾，号称是华语 KTV 榜上常年第一。但是这样一个人，当然卡司很大，但是也不用让我下去把他请上来吧，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光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是光良啊？啊？你是谁啊？啊？我怎么在这里？这是哪儿？不不不，你等一下啊，我跟你讲一讲，我是中国脱口秀天王王自健。啊，你是创作派、实力派兼前偶像派歌手光良。我是采访你的，你记不记得？我记得了，哦，记得了。我记得我得了失忆症。那得了失忆症，你腿是怎么了？什么是腿啊？哦，就是你胯下面那两根不太长的东西啊。你说这两根啊？这很不错，还好好的。好好的，你干嘛坐轮椅啊？我忘了怎么走路啦。这个失忆症还得从头治是吧？这怎么办呢？我们来帮帮他。一般得了失忆症的人，就提他人生中比较辉煌的事情，看能不能刺激到他啊。好，从头教起。请问你知不知道光良是谁？我不知道是谁。你，我，对。请问你知不知道《童话》是谁唱的？谁呀？你，请问你知不知道谁是华语情歌王子？谁呀？张信哲和你。那请问你知不知道中国脱口秀一哥是谁？我。我？对不起啊，我失忆了。这都不记得，真的很严重嘛，是不是？这样啊，咱们好好帮你回忆回忆啊，你想想你的辉煌啊，你有没有帮一个叫梁静茹的歌手写过一首叫《勇气》的歌？啊，我记不得了。那你记不记得？你曾经有个组合叫无印良品，哦，我忘记了。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忘记啊？啊，真的是很大的事呀！对呀，就是当年，你和品冠，你记得吗？品冠，哎，我忘记了。哦，品冠，我忘记了就好办了啊。当年无印良品就是咱们两个人的组合嘛。啊，是啊。对呀，你的良就是无印良品的良。我的剑就哦，是无印良品的剑嘛，哦，是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满大街都是我们的店，你看我们的海报哎，这样看我好像有点印象哎，啊，怎么剃的？为什么脑袋那么大？怎么头那么大的啊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我高风亮节一点，为了显得你脸小，我就往前站了站。哦，是这样。你们都记得这张专辑吧？哎，掌心嘛，对吧？当年你知道这首歌有多红啊？哎呦，有多红啊？那真的是大街小巷，每个看手相的都唱啊，哎，这样想起来，我好像有点印象了耶。是吧？啊，哎，你一定要记得啊，你叫光良，你有一首歌叫《童话哦，我记不得了。》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你既然都记不得了，没错，你不记得就对了。因为这些成就都是我的，记住了吧？这是你的，勇气是我写的，童话是我们两个唱的。哎，既然我的老搭档光良失忆了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问问题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们只有用歌声唤起他对过往的记忆。接下来就为大家演唱这一首《红遍大江南北》。抚平无数受伤心灵的心太软，童话，谢谢。童话里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
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，哎，我记起来了呀，这是我的歌啊。你怎么就记起来了呢？这首歌很红啊，这首歌叫《心太软》啊。不是，你都记起来，我怎么办啊？啊，你怎么办？不是你，我以为你真失忆了，这歌就变我的了。不会的，这是我要开演唱会。如果我再记不起来的话，我想8月30号演唱会变成是你的演唱会，不是我的演唱会啦。也可以啊。这我倒不拒绝，真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咱们还是有一点收获。哎，光良的失忆症就在今晚80后脱口秀的舞台上，就被我治好了。我还真是一个治愈系的花美男呢。真的要谢谢你。哎，是。你们怎么那么没礼貌呀？就是。当然，治好之后呢，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就完全痊愈了，我们还要再问几个深入的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完全记起来了。好。完全根据自己真实的情况回答，好吧？请问你是不是结婚了？啊，我记不起来了呀。通常明星面对这个问题，没有斩钉截铁的说 no， 就是说好，听说你想当个好爸爸啊？是的呀。是吧？你看当年跟你合唱少年的那个曹格。人家现在孩子两个孩子都上电视了啊！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？我没有着急要上电视呀。不是，有没有着急要小孩儿啊？就那个拜托拜托，这个有没有啊？其实坦白说了，我是还蛮有小朋友的那个小孩缘。小孩儿缘就是小朋友看到我还蛮容易，我就跟他打成一片的。譬如说他们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讲他们的话呀。你还会讲小孩的话？对，譬如说，你吃火锅了没有啊？这样。哎，不要哭啊，叔叔啊，叔叔要疼你啊，你要吃什么呀？或者是因为他们喜欢看唐老鸭，我会学唐老鸭的声音啊。唐老鸭生气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呀。那我觉得小朋友看到我这样做，他们就很开心。是吧？是的。其实今天能采访到光良，心里特别激动，因为我们80后这代人还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，是吧？所以你是80后的？你怎么长得那么成熟？我觉得我还是懵懵的。你是80后的？啊。你好。哦，一箭穿心啊！好吧，今天我们帮光良恢复记忆。啊，是有没有点奖励给我？当然有的，因为这次我的演唱会叫《回忆里的疯狂》，其实跟记忆有点关系的。是。所以这一次的8月30号，我在上海的梅赛德斯的奔驰文化中心呢的演唱会，我特别准备了一张非常 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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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P 的票要给你的。哦哟，耶！我的天哪，这个检票的时候要用碗吧？这要怎么打孔啊？所以就是梅赛德斯奔驰中心8月30号光良的演唱会，名字叫做是《回忆里的疯狂》。那么今天来现场了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？好，那我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《回忆里的疯狂》送给大家。有请光良《回忆里的疯狂》。谢谢。知道你现在过得不错，我也有我想要的生活。也许一生都不再重逢，你的笑容永在我心中。再没说过要跟谁走到世界尽头，再没错过谁门前的等候。几次爱过越伤过越不回头，我已不是最初那个我。
也有一段回忆里的疯狂，在我们最无畏的岁月闪着光。那一天狂乱的雨淋湿你的倔强，吻着你，我吻着天堂。感谢那一段回忆里的风光，不管我走了多远都不会忘。那一天一道彩虹划破你的泪光，我不想让你再受伤。你是我最初的向往。谢谢。